喂，我是教练 Coach。这次的《哈利波特魔法觉醒》迎来了大改版啊，开放了火米村。那这支影片呢，是为一阵子没有玩，但是想要回锅的观众来快速认识一下这次改版多了哪些新东西。如果你刚回锅的话，会有一些宝石嘛，像我就还有蛮多的还没用。然后上一次的改版呢，改成你以后买衣服要先买这个星石，才能再买时装。那你也可以直接这样点，就有直接付钱买刚好的星矢直接买服装，那你也可以计算一下，看哪一个的 CP 值最高。我印象中是中价位的 CP 值最高。那如果你回国想要买衣服，就要特别注意这个星矢的兑换规则。然后新的暖春特惠里面有一个680宝石，这个如果你有多宝石的话，建议可以先买，因为它680宝石里面有三个发条，整个就超划算。因为一个发条你自己买的话要200个宝石，然后还有三个通行证跟钱袋。那我就先买一波。然后赛季商店是没有变的，东西都一样。然后如果你有赛季钱币，记得也可以先来买神秘袋，抽看看有没有钥匙。哇，没有。还有迷雾卡牌，我自己个人是都只先买这两个。如果你要回锅快速跟上进度的话，这两个可以先买。然后一样，我们每日这个可以领，还有非凡卡包，如果你有预算的话可以买。然后当季热销有一个新的衣服，名字叫柔龙风上，这看起来有点像是狼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再去看神秘商店，神秘商店的话，你可以来抽看看。那我自己啊，是用了一次转三个钥匙，一抽入魂，直接抽到衣服了。所以后面的我也没打算抽了，因为这个黑色的法杖我已经有一把龙骑士法杖，然后这个咒咒虐外观也没有特别吸引我，因为我只有在打竞技森林会用到咒咒虐而已。然后活动的话，这个周五跟之前的活动是一样的，然后可以获得我们这次的活动钱币、奶油雏菊、记忆瓶、史诗牌，就看你有没有时间打。那这个抽电影票的活动，怪兽与邓布利多的秘密，这个电影票啊，在本专分享干嘛的就可以抽。然后这个电影是4月14日就会上了，那我想哈迷应该会去看的，反正我一定会去看的。然后你可以完整观看这个预告片，好，你看完预告之后就会有一个小动画，然后就是他们的联名的，哇，很帅，然后就可以拿到一个免费的非凡卡包，所以大家记得你回国一定要看这个。然后每一季的衣服，这次是睡衣，还蛮久之前就出睡衣了。然后这次的重头戏火米村，那我等一下再来介绍。然后这次的魔咒研习赛，魔咒研习赛的话，大家也不陌生，我稍微讲一下这个新卡牌就好，就是这张火遁护身。如果你回国的话，可以来玩看看，然后考虑要不要抽。它是普通传说卡，那我简单看了一下它的介绍啊，介绍就是。就是说，它是放一个环形的火墙，对进入火墙的所有敌方单位造成伤害。然后火墙内的巫师将持续为火墙充能，而且巫师数量越多，充能的速度越快。充能成功后，火墙将诞生一只火龙，冲向最远的敌方，然后沿途对所有敌方造成伤害。每充能一次会额外诞生一只火龙哦，最多会同时诞生三只，所以它可以充能三次，那就特别适合给奈威跟双人的牌组，或者是一些有放时光器的牌组来使用。像我之前有出过一套多比时光器，它就解决了时光器牌组没有太强力清场能力的问题。像露娜也是可以放时光器的牌组，可以完美的帮这些时光器牌组解决面对生物海的压力。那我们马上去帮火米村的地图开启，按这个活动立即前往，然后先跟艾薇讲话，然后按前往火米村。好，又有一个动画可以看，看大家都笑得好开心，哇，3年级了。好，这样我们就来到了火米村，哇，超多人。然后这次的庆典活动就是关于火米村的，那我们可以收集这个礼盒，可以随机获得一个普通蛋糕的装饰。那你跟这些 NPC 讲话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些任务来问这个佛雷兄弟的话，佛雷兄弟的活动就是参加这个周五来袭。那这次呢是5个人组队去打一场，然后打完可以获得活动钱币，再过他的挑战任务，可以获得他里面的东西。里面比较好的就有这个史诗卡牌跟记忆瓶，就是这三个东西是最好的。那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就尽量来打。然后问罗宾呢，就会有雪球大战的活动可以参加，一样可以获得奶油雏菊，就是我们这次的活动钱币。那如果你要来打的话，我建议你是可以带雪球咒，击败彩蛋雪人的时候可以获得随机的彩蛋。地板会有那个暴风雪区域，
站在里面会受伤，所以除了雪球咒以外，可以建议带一些反向位移，帮对方位移，或者是控场技能。而旁边这个摊车就是我们活动一钱币越换东西的地方。那一样，它会分三个阶段把不同的商店开启。那三个阶段的开启方法都是时间，最后一天的话有永恒卡牌可以换，要9000个钱币。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流金之阵，哇，可以举办私人舞会，浪漫。那其他东西就是跟之前差不多的，然后还有一个帽子跟发型。那么这次的活动钱币已经介绍完了，我们就来赶快帮伟格比制作蛋糕，让我们在这边然后有一个蛋糕筹备中，跟弗雷兄弟讲完话之后，就可以点这个故事书的小图案领取，就能拿到蛋糕的配饰。然后我们刚刚有获得了一些钱币，又可以再领取200个。然后经济森林我们打过周五的话，又可以再领100个。那这边打雪仗也是参加一次都可以再领100个。好，这个的雪球的打法是四个队伍2打2打2，那记得捡地上的道具，然后要击杀雪球。然后我是推荐可以用哈利啊，然后尽量去打雪球，然后去抢那个雪球掉下来的东西。发完弹没抢到，出包。可以用扫把去抢。有吧，有抢到吧，去打那个雪人可以捡他掉下来的东西。哇，大家都在抢，我走太远了，这里有。哇，帮队友捡到。哇，我要捡，可恶，这个人乱马哥一直在跟我们抢东西，别想捡，把你们全部锁在一起。弹个，有抢到一个。杀，有了，赢了吧？太强了我，靠我在凯瑞耶，一把直接赢，哇，跟鬼一样啊！本场最佳，开个金卡，哇，强的人都没有好运。参加过一次之后，打雪仗就可以拿到这个罗宾的100个钱币的奖励，然后我们最后再去看望一下韦格比，在厨房里面在这边跟他讲话，又可以获得蛋糕配饰，然后帮忙装饰这个蛋糕，帮他做蛋糕，看你想要摆怎样，随意，还可以旋转一下放，然后有分普通装饰跟稀有装饰，像这个金探子啊、凤凰什么的。这普通装饰我是蛮喜欢这个花的感觉啊。那如果你摆一摆不满意，可以按左上角这边，然后这个上一页、下一页，看你想怎么摆。你可以等你多收集一些的时候再一次摆也行。摆好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按保存蛋糕，先保存起来，之后拿到更多的蛋糕装饰，可以慢慢的把它完成。那这次的火米村呢，没有完全的开放，算是半开放。那它的蛋糕筹备中啊，记得每天回来看一下，因为每一天的蛋糕的任务都是不一样的，可以获得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。啊，那这就是今天的回锅活动的影片介绍啊。如果你是因为看了邓布利多的秘密之后想要再回来玩一下的话，记得不要错过这次大改版的火米村活动。那之后的话，它应该会有更完整的商店可以进去，那你也可以趁现在的蛋糕烘焙期熟悉一下这个游戏，然后过一些日常的小任务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别忘了打开小铃铛。拜拜。